噔噔就是噔烤肉，俺们能过过一俺蹦噔噔就是噔烤肉。哦，今天长颈鹿的大爷在公家解救我。是啊，阿哪里哦，我阿公来给你哭泣。好，是咱世界的这个母语日吼，咱中华管文化局啊，为咱的这个2月12日一直到3月31日来举办一系列啊动态加静态的这个活动，希望就是让咱的这个乡亲会使了解到咱的这个母语吼。咱即届呢，包括有咱为彩灯谜开始吼，因为彩灯谜即嘛是真传统即个活动哦，透过灯谜和大家来学台湾话，佮有咱康源老师伊的即个闽南话，以及咧咱的即、這个啊平埔潮的即、這个啊台语的相关的表演，那佮有咱的即个布袋戏。哦，请到咱的这个布袋戏来，甲咱这个透过布袋戏的剧情，让大家更加来了解这个台湾话哦。所以会使讲有动态、有静态，咱静态内底包括有这个上水的台湾话相关的这个书展哦。那一系列的活动，就是希望让大家透过无同款的面向来更加啊亲近到咱的这个母语，来爱咱的母语。啊，也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。那透过这个活动，让他们简简单单、轻轻松松来学到台湾话。咱台湾话实在是一个真水的这个语言哈。那希望讲咱的这个啊，囡仔会使透过不同款的这个学习的部分，那增加咱的这个母语的学习。啊，大家在此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阿公啊，你今晚是要创啥？阿孙女啊，你赶紧把那个嘴安起来。阿公啊，什么好多嘴安啊？哦，嘿哦，挂在那嘴顶头的那个口罩，大意就是嘴安呐、啊。哦，嘴安就是口罩哦。对啊。来宾，我们热情一起来欢乐启动，热情倒数2022。中华世界母语日，恭听三台欧台语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启动。2022中华世界母语日，恭听三台欧台语。大家看前面，来，开始来，恭听的话，来中华馆的通关，恭听三台刚才注意欧台。来，大家看头前哦，来。今仔我念谣唱歌讲俗语，今仔我斗阵唱趣味的今仔歌，以及咱的这个母语故事剧场，还有布袋戏来学台语哦，真正有够趣味的吼！邀请到咱所有同学时代亲戚好朋友，阿母阿妈爸爸妈妈，带着咱的这个小朋友哦，刚才来跟咱的讲话哦，世界口罩哦最脆安啦！看来了，我问你哦，咩吼？企鹅台语咩念？啊，这个讲讲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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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